下面我们看看域名服务器的概念。一个服务器所管辖的范围，我们称为叫做区。各单位根据具体情况来划分自己管辖范围的区，但在一个区中，所有的节点必须是能够连通的。每一个区设置相应的权限域名服务器。 用来保存该区中的所有主机的域名到 IP 地址的映射。DNS 服务器的管辖范围不是以域为单位的，而是以区为单位的。那么这幅图就说明了区的不同划分方法。在这个图里边，假定 A、B、C 公司有下属部门 X 和 Y。 那么，X、Y 下面分别有自己的孙部门。从第一幅图里边，我们看到，在这里边，它的区和域实际上是相同的。但是，我们同样可以采用另一种区的划分方法。在这种区的划分方法里边，我们看到，在这里边，它会有。 对应的 a b c 点 com 这个区和 y 点 a b c 点 com 这两个区，这个时候区和域就不是相等关系了，区是小域的，所以对比两幅图不难看出，区是域的子集。这幅图是上页图里边。 A、B、C 划分的两个区为例，给出了 DNS 域名服务器的树状结构。从根域到下面的顶级域 .com 这个顶级域，那么下面是权限域名服务器。那么 A、B、C 公司它有两个权限域名服务器，分别对应着 A、B、C.com 和 y.A、B、C.com 这两个区。 它更准确的反映了 DNS 的整个的一个分布式的结构。从上页图里边还可以看出，互联网中的 DNS 域名服务器也是按照层次来安排的，每一个域名服务器都只对域名体系中的一部分进行管辖。 根据域名服务器所起的作用，可以把域名服务器划分为以下四种不同的类型，包括根域名服务器、顶级域名服务器、权限域名服务器和本地域名服务器。我们先来看一下根域名服务器。根域名服务器是最高层次的域名服务器。 也是最重要的域名服务器，所有的根域名服务器都知道所有的顶级域名服务器的域名和 IP 地址。不管是哪一个本地域名服务器，若要对互联网上任何一个域名进行解析，只要自己无法解析，就首先求助于根域名服务器，在互联网上。 共有十三个不同 IP 地址的根域名服务器，它们的名字是用一个英文字母命名，从 A 一直到 M。根域名服务器共有十三套装置，而不是十三个机器。这些根域名服务器相对应的域名分别是 a 点 rootserver 点 net。 一直到 m. root servers. net。到二零一六年二月，全世界已经在五百八十八个地点安装了根域名服务器，使世界上大部分 DNS 域名服务器都能就近找到一个根域名服务器。这幅图说明了根域名服务器 L 的地点分布图。 根域名服务器 L 分布在全世界一百五十个地点。注意，根域名服务器并不直接把域名转换成 IP 地址，而是在使用迭代查询时，根域名服务器把下一步应当找到的顶级域名服务器的 IP 地址告诉本地域名服务器。 我们先来看一下顶级域名服务器。顶级域名服务器即 TLD 服务器，负责管理在该顶级域名服务器注册的所有二级域名。当收到 DNS 查询请求时，就给出相应的回答。当然，这种回答可能是最后的结果，也可能是下一步应当找的域名服务器的 IP 地址。 全线域名服务器是负责一个区的域名服务器。当一个全线域名服务器还不能给出最后的查询回答时，就会告诉发出查询请求的 DNS 客户，下一步应当找哪一个全线域名服务器。本地域名服务器对域名系统也是非常重要的。 它并不在层次数中。当一个主机发出 DNS 查询请求时，这个查询请求报文就发送给本地域名服务器。每一个互联网络服务提供者 （ISP） 或一个大学，甚至一个大学里的系，都可以拥有一个本地域名服务器。这种域名服务器有时也称为默认域名服务器。 下面我们看看如何提高域名服务器的可靠性。DNS 域名服务器都把数据复制到几个域名服务器来保存，其中的一个是主域名服务器，其他的则是辅助域名服务器。当主域名服务器出现故障时，辅助域名服务器可以保证 DNS 的查询工作不会中断。 主域名服务器会定期把数据复制到辅助域名服务器中，而更改数据只能在主域名服务器中进行，这样就保证了数据的一致性。下面我们学习一下域名的解析过程。主机向本地域名服务器的查询一般都是采用递归查询。 如果主机所询问的本地域名服务器不知道被查询域名的 IP 地址，那么本地域名服务器就以 DNS 客户的身份向其他根域名服务器继续发出查询请求报文。本地域名服务器向根域名服务器查询，通常采用迭代查询。 当根域名服务器收到本地域名服务器的迭代查询请求报文时，要么给出所要查询的 IP 地址，要么告诉本地域名服务器，你下一步应该向哪一个域名服务器进行查询，然后让本地域名服务器进行后续的查询。下面我们看一看。 本地域名服务器采用迭代式查询，它的工作过程：当一个主机进行 DNS 查询时，它首先向本地域名服务器发递归查询，由本地域名服务器采用迭代的方式依次查询根域名服务器。那么这个时候，它得到的并不是。 要查询的域的对应的 IP 地址，而是从根域名服务器这里边得到了顶级域名服务器它的地址，然后向顶级域名服务器发出解析请求。顶级域名服务器同样没有对应的这个域名，它所知道的 IP 地址。那么这时候它会返回给本地域名服务器，告诉。 让本地域名服务器访问权限域名服务器，最终从 DNS 点 A B C 点 com 这个权限域名服务器里边得到要解析的域名所对应的 IP 地址，那么最后再返回给主机，这样完成了迭代式查询的工作。 对于本地域名服务器采用递归式查询，尽管这种方式用的比较少，但是我们也要学习一下，看看它的工作过程。这时候主机发出的还是递归式的查询请求，要解析 y 点 a b c 点 com 这个域名所对应的 IP 地址。那么这时候本地域名服务器它会向根域名服务器发出同样的这个解析请求。 由根域名服务器再向顶级域服务器发出域名解析请求，然后由顶级域名服务器再向权限域名服务器发出解析请求，由 DNS 点 ABC 点 COM 这个权限域名服务器完成域名的解析，再把这个结果返回给对应的顶级域服务器。顶级域服务器。 再把这个结果返回根域服务器，由根域名服务器最终把这个结果返回给本地域名服务器，本地域名服务器再把这个结果返回给主机，这样来去完成递归式的查询。下面我们看一下名字的高速缓冲，对于每一个域名服务器都维护一个高速缓存。 存放最近用过的名字以及从何处获得名字映射信息的记录，这样可以大大减轻跟域名服务器的负荷，使互联网上的 DNS 查询请求和回答报文的数量大为减少。为了保持高速缓冲中的内容正确，域名服务器应为每项内容设置计数器。 并处理超过合理时间的项目。当权限域名服务器回答一个查询请求时，在响应中指明绑定有效存在的时间值。增加此值可减少网络开销，减少此值则提高域名转换的准确性。